那个二十八页最上面啊，我们那个这个前面是五二七左手，然后发哆拉，然后我们把这个本来是练七四七是上次的，然后我们这次练七七六，好，然后还有一个收尾收尾西，那这个西啊就是有点像是你在弹收尾西，只是多了一个这个而已，然后一样上去。所以你把左手走熟，就是二十八页的前面两行。那老师示范一次，一二三，二三，西西拉，然后这边切收蕾收蕾西，然后练熟再把右手放进来。右手的指法是这样，四五六七一，然后呢，第一次是发蕾发蕾的，第二次是发收发收。所以右手指法，你只要有这个印章，手都不用动。好，所以啊，指法就是下次会写，就是二五六七一一把抓，二五六七一。好，好了，示范一次哦。